刚刚讲那个圆形，然后不管是正方形、三角形都可以，好，都可以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如果你们在家里好有这种东西，这个我去哪里买的？这个就是文件夹 ，L 型的文件夹，我把它割开，好，我把它割开，好，我把它割开来使用。对哦，这个通常一张是要盖的哈，来这一张它那个吧，然后我们把它下巧克力，帮我拿一个擀面棍好不好？细的、小的、小只的有吗？我有擀面棍吗？安尼有无？哦，这足紧要吼。哦，无我见迄个，爱甲扣起来。嘲笑我的台语对不对？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你们在嘲笑我的台语。好，然后把它擀开。这个是不会 L 型磨刀的人的最好方式哈。帮我去第二组或第一组拿一支长的 L 型磨刀。我这里应该没有，我这里的东西会被人家拿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等下你底下起，知道吗？好，它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这样压，它就是一个圆片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，我要起点。那你用的大中小？我靠！这是有顶，没有，我的这张太软，它太硬了，太软了。放弃，同学，那个啊，这个就等它稍微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用手盖就好了。